大家好，兄弟们，是大胖到昆明了。这一次赞助我老挝之行的昆明大哥看到我视频之后回来了，来请我吃烤鱼啊。啊，那个摩的啊，这个时候堵车啊，这最快的。也不知道给大哥拿什么，拿一条压压惊给他吧。关渡古镇这里啊，太阳还没落山，吃烤鱼，大哥安排吃烤鱼啊，在我这里吃烤鱼啊，我已经到了，啊，独一味，这里还有刘一手，卢总，又见面了，喊家二哥，喊二哥，那实力我还给你了，啊，谢了谢了，兄弟们，直接来一件啊，这是24瓶吗？十二瓶啊，云南的饮料，生意还是可以的。你看，我就喝这个鱼啊，香喷喷的烤鱼啊。他们喝的皮的，老板娘给我拿这个试一下，我还自己喝。他是搞旅游博主的。嗯，你好看，你绝对好看，我说你好看你就好看，来干杯。干杯，好好，要 OK。 兄弟们，今天开心了啊，昆明了，像回家的感觉。不好，但是我俩关系特别好，我这个朋友他媳妇儿就可能说我们叫尝尝这个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有两个。杨也好，杨也好，今天我状态爆棚啊，喝了7杯啊，都是因为他。来史密琼，来干喽。你可以不用回来。来干杯。刚才我来找大姐了，还是3天100块啊，30块一天，因为我喜欢睡她的硬板床啊。 OK 了，跟大姐说好了。哎，我大胖，今天我在昆明呢。其实我也跟大家说一下，很多人问老挝安不安全，还在问这个问题。其实，在任何地方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，遵守当地的法律，这是基本的要求。老挝人都很友善的，是吧？你在老挝不要去触碰他们的法律底线，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都没事，都很安全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我今天看到那个阿美，他发了几个视频，有很多博主啊，就是去老挝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啊，进去吃糯米饭，甚至有些主播被判15年。我现在回到昆明了啊，今天大哥请我吃饭，待2天，高铁路费回广东了，准备洗洗澡，睡觉了，明天见，兄弟们，拜拜。